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们合掌恭念灵山会祭。灵山一会万年灯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圣，王禅老祖妙智圣，加持灌顶见太平，加持灌顶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。各位微心贤士啊，各位我们啊，一位莲谢天翁西安法会坛上，中华民族15,600艺术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，啊，及当下法会坛上莲座上诸圣灵、诸贤灵、云飞软动诸灵、三界万年众等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《五路财神经》。啊，曾经有一位信徒啊，他到仙无事来啊，师父啊，我把你求灾神呢，灾神不要打起尊哦，我中间的阿弥陀佛嘛是灾神啊，王禅老祖嘛是灾神，观世音菩萨嘛是灾神，弥勒菩萨马灾行，这位信徒的穿讲呀，我要求哪一尊，我立马是灾行。伊讲我这做善的人，我哪灾行？对啊，我看一看你也是财神呐、啊，你要修啊，你要修行，修正过去自私自利、贪得无厌。没有智慧，而不读圣贤书，不读专业的书，你今天才会穷嘛。所以你要修正嘛，行呢，然后反面多读圣人书，多读圣人啊，诸佛菩萨大神的心法慈悲心啊，包容宽广的心，尤其我看你目头干干，你的恨心很重的人，专家人看到你比看到鬼较惊啦。哦，作为信徒呢，啊，可能师父啊，你来破开遐尼清楚咯，一点都不留啊，哈哈，因为。我不大跟你破嘞，你在心底内底请未出来啦。啊，所以你的在心秘伫足内底，而且呢，你用层层关卡收掉呢。哦，所以收卡你我要散失啊，穷到半死。所以我跟你破我灰，才请人出来。这位信徒先生哦，师父啊，你所讲的优点我都接受了，你所讲的缺点
我会改过。我没有说你的优点呢，你那家里有优点。对呀、啊，你个破案那个是优点了啦，我接受了。啊哈哈大笑回去了。过了差不多一年多，哎呦，我们老祖圣诞，又来感恩老祖啦。休假呢，五六炷香拿来插出油烟。叫我夹得哭哭叫啦，师傅啊，等下，师傅等下，哇，你真兄弟牙白哦，啊，实在袂记你啦，哦，如果我回去了，你甲讲了，我当然彻底改过啊，我发现我嘛是灾神，伊嘛灾神啦，哦，所以讲每个人都财神，只是袂记你尔啦，你和你的穷官穷鬼善鬼的坏习惯把你砍掉的而已啦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尤其我们维新圣教，你们已经五路财神了呢。五路财神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路财神呢，东西南北的财神呢，啊，你来出这样当然较好啦，都会赚钱啦。哎，你告诉人家解凶当的这些哈追寻较水的，啊，那么你就是好人赚大钱，你就财神啊嘞。啊，你这问这不对，问老兄对老兄，我改过玄关改过来，把你改过来，哎，这样就平安了呢。安尼你是不是财神？安听无？所以老祖啊，是培养各位拢做财神。当下咱做些法师讲师，你们已经进入财神的境界啊呢。尤其我们当下的很多法师，帮助公司，也、啊，他们原来啊亏本。做事业快失败快修打，而我们的法师依教奉行，按照师父给改法，啊，教他们怎么改，不对的改一改，改过来了，结果事业发起啊，啊，转危为安，啊，公司一两千人，有工作可以做啊。公司不倒啊，那你们是不是财神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你不要远求啦，感本法门，维新圣教法门要我，你就财神。你看师父这样好业无？我那底下上高底第五千块尔啦，我哪好业？但是我走到你们家，我就有饭好吃啦。哦，走到道场都有饭吃啦，安我就好呀嘛，是不是？自即日起，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……哎呀，您一大店好几万个地址，哎，我很富有嘞，心很安嘞。啊，心安了就是最富有的人嘛。那么我们同修师兄师姐，你是不是都好呀？你们走到哪个道场，师兄师姐都很高兴哎。哦，所以你们就很心安嘛。你这在心里准备都做什么心？会做鬼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好好修，好好修。没把老祖所教的妙法好好学，易经风水利人天，所以每天每个礼拜三四礼拜啊、到了三四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，我们有用易利人天
的节目，那都是真实的财神，让恁底下在给恁教发财的方法，你知无？还有唯心正道，天下一家亲，这都是财神哎，都访问财神，在给各位讲如何趋吉避凶，你都减了呀吧，减少失败嘛，你们就是财神哎，那么你们就正道了，佛法开示了，即身即佛，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是身是佛，你就是在心嘛。啊，你不好好修，哎呀，有一天，咱一个信徒，咱的师兄啦，啊，什么叫门口口吹，我去拜什么就无啊，后会发大财，拜什么会发大财？我你是唔老祖法你唔修唔拜，你边都会求？有一天你做起家，你就会哦。那真正大神大东，唔是你讲哦，用求的就给你。哎呦，大发财啊！不努力就大发财啊！不可能啊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哎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嘛。啊，你事业非常不好，不赚钱，必有我们的可怜之处嘛，可恶之处啊，我们都没有去检讨，没有反省，啊，不照真理走，不照规矩做，当然让你善干那个比鬼还善嘛，穷的鬼都怕我们呢。所以我们要做反省、忏悔，不要再发生，然后再实践走正向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小孩都聪明；大家学易经，身体健康、心安宁嘛。啊，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欺心呐、啊，公司跟客户休欺骗。你要防患未然嘛，要先用意啊，没有缘分，你就不要做嘛。到时候被坑了，你敢那万一怪异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啦。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。现在修行的法门一大堆，大家跟我有法相后，哎呀，毛毛片片的。每个人都很富有哎，心中都很富有哎。九大行星东西，你心中都是你的嘞。那么地球一个小地方也是你的，那你还不富有吗？结果呢，心中都有地球，你把它甩掉了，你要到处去求神。我告诉你，哎，磨磨骗骗一大堆的。到时候都骗家己嘛，自己骗家己，散着家己散嘛，要怪啥人？哦，所以我们唯心圣教，信心宗教。啊，有人有一次，啊，他修的什么在什么大的教什么的，什么法师的弟子，我很赞叹，很佩服他悟道。有一天来到宣佛寺，我看到一脸的愁眉苦脸，我说你呀、啊，啊，你的修行方向错了哎，你一直求，一直求佛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钱是什么什么币？啊？台湾是台币嘛，大陆是人民币啊，欧元是什么？啊，美金是什么？澳洲是澳币。那么离开地球以上，你知道阿弥陀佛那么远的世界，他的银行什么银行啊？啊？哦，哇！
哈，你所求的都求到地狱、地狱，哦，十八殿，十八有十八座银行，往你一直求，说的哇，我佛祖管我几十遍，我这拜什么哇佛，啊，死的佛不拜，你所拜的是啥？我哎呦，摸摸骗骗啦，家里摸摸骗骗，所以你今日一出神嘞。那个时阵啊，跪在我们大殿，跪在那边哭了。他今天终于恍然大悟了。你求佛拜神，求如何修成神，成为佛，成为神，成为菩萨，以你世间做人处事，做到问心无愧，心安无挂碍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颠倒梦想，你才能究竟，才能涅槃，叫做不要再来受苦，你就是成观的观世音菩萨，成佛了啦。不是在那边求啦，我是今天拜什么什么财神，什么财神，什么财神，废话，自己财神不做，你要去哪里求财神？所以先生华马臭骂那段时间哦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个性哦那么没有涵养，像刚才那不咋地，我破回去，刚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我敢破回我，哦，结果哦，伊用我做只佛珠拔掉了呢，磕掉了，脑子磕掉了，还解不开。啊，过了两三个月又来了啦，又来了。啊，刚好我在弥陀讲堂那边走，啊，再来问我说：“哎呀，文莲老师啊，你看我财神要拜哪一尊呐、啊？拜那一尊就是中塔下面。”那个什么万法唯心，你上去拜一尊，缅甸有好几尊的啊，这个小沙弥、啊、你拜一尊，你拜一尊的一定在心底下、啊、他有很纯尊，他拜了三大拜，哈、啊，哎呀，这些小菩萨保佑我赚钱呐、啊，我要修啊，立马又要接掉，还是打不开，哦，我足想要夹起啦，砰砰砰啊，那个砰我飞啊，还是，啊，我说你回去好好想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这么聊聊到明天、后天，啊，你还哄我睡觉，我还跟你讲没有用啊，不悟犹如夜头灯啊，无窗暗室得光明，此生不悟今生度，更待何时度此生？所以我说你要心空，悟心。心是空的，算心空。我们八卦，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老师啊，这个八卦哦，谁拜哪一尊？我你拜先天八卦好了啦。”先天八卦是空性嘛。先天八卦，这先天八卦是物，是阳，而先天八卦是物是阳，是完全是光明天，是空的，啊，所以在老祖开始，物即诸天性本空。啊，我们
物质就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的中道啊，中间是物质，物质啊，这边是南北啊，这个啊，这边是西，这东，这边右手白虎。好，我们的左是青龙。这个心呐、啊，万法唯心啊，你悟到心的伟大就是包容。我说你现在根本一点包容都没有，你认为我唯心圣教是后来的教，哈哈，只有二十几年，那时候找我就二十几年，你五千年你求不到了，所以你求二十几年你也求不到啊。我才告诉他这位先生很执着，但是会悟。我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说佛法在2500年后是末法时期啊，对呀、啊，末法就告诉众生都是贪呐、啊、求呐、啊，不往内修叫做末法啊。大家一直依赖的我是2500多年的佛法，结果你都不悟，在那边一直执着佛会给我。我告诉你，阿弥陀佛，那你没有台币，也没有美金呐、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，万法唯心，唯心是宗。若是我们离开了心，即名外道。所以安心正经，请各位同修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练，好好悟。在去年我把安心正经讲得清清楚楚，你们有时间有一年就把安心正经请回家自己去修，自己读，自己悟，你们都是财神。但是当下本唯心圣教成立一清大学，养贤蓄才，培养各位都是贤者，都是财神爷，作为众生的依归，希望大众有困难找你们，你们帮他忙，那你们当下你们就成就为财神了嘛。啊，这么简单啊。所以老祖出征开示了我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，如果成就五路财神的一条路叫做五路财神经，哎，所以在五路财神经印出来之后，我们好多的同修一直说师父，我们要诵经，拜托等你动的啦，我把五路财神经讲完毕了，你们再送啊，你们才不会想到要奇怪，我那么结果啊，我那么财不发掉啊，没有发财，又造口业，我好你骂的啊呢，狗血淋头哎！而且你听好了，了解了，就成就为五路财神的一部经，叫做五路财神经哎。哦，所以你要悟啊。各位都是五路财神呢，所以我们好多信众大德，尤其圆冲法师，国内外服务那么多人，让那么多人企业转为为安哦，他就是五路财神呐、啊！当下我们好多是五路财神，有了大财神、中财神、小财神呐、啊。但是都是财神，所以我们依教奉行，依法而修，
你绝对助我成就五路财神爷啊，阿弥陀佛。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。